2015年4月5日朝头早翻教会之前，而家我哋同妹妹嚟咗 popcorn 吹泡泡。我咧而家去咗教会诗歌班，今日咧系第一日嘅正式嘅诗歌献唱。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去翻爬班噶啦。有冇嘢讲啊，妹妹？有。讲乜嘢啊？爸爸了喔。